这样子按长久就是开始拍的最快，是最快，然后像这样决定那个手铐拿来，然后第三个就是这样，阿公来去找我的手铐，把小孩子整个脚铐起来放在丢在那边就可以动了。好，我觉得看到是四个人手，他在那生气。你看，就是这个。一句话。你看，你看，他可以赖吗？可以啊，啊，你要就看你要不要扯。动他们两个，不用碰去动人哦。已经有用。哎呀，和解了，我跟皮板和解了，我不要跟你和解，不要。你看，打到皮板。你看我们和解了，要跟他和解呀？不行，跟你不和解，你最坏。然后再继续点，就是第二个。妈，起，你刚起来，起来。啊？哦、啊、哦。你要跟底下的。啊啊啊！按长久，按一下就是拍照。Monkey 是什么？咬你。我叫狮子咬你。有啊，在拍啊。我叫。